大家好，我是环球之星2022全球华人虎年春晚的组委会主席谢忠。衷心感谢200多家共同主办单位以及100多家合作媒体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衷心感谢我们组委会的所有成员辛勤劳动和奉献，为我们准备了这一场文化盛宴。衷心祝福北京2022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大吉，身体健健康康，家庭团圆幸福，万事顺心如意。谢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环球之星云端晚会节目策划人刘丽丽。值此新春佳节之际，给所有参加演出、所有观看的朋友们拜年了，祝大家虎年吉祥，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大家好，我是何志云，来自奥克兰，我在天空塔下为您拜年了，祝您和家人虎年大吉，身体健康，阖家团圆，万事如意。虎年迎春，冬奥绽放。大家好，我是邓晴，我是美国美中心意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也是环球之星组委会共同主席。在2022虎年新春和北京冬奥会即将召开之际，我向全球的华人华侨们献上节日的祝福，恭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衷心祝愿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同时也真诚地祝福2022环球之星全球华人华侨春节联欢晚会精彩绽放。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老拉，我现在是在加拿大北部的育空地区白马 White House 向大家拜年，祝大家虎年吉祥，阖家安康，虎虎生威，龙腾虎跃。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春节好，我是王丽莎，来自美国密西根州世界汽车之都底特律，我代表美国龙音广播电视总台和龙音卫视向全球华人拜年，祝愿全球华人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吉祥，万事如意，同时恭祝北京冬奥会举办圆满成功，让我们携手同行，一起向未来。我是欧洲侨报社社长高季，在这里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我是殷归娇，我在中国的武汉，在此新春到来之际，祝愿我们全体华人华侨新春快乐，虎年吉祥，在此恭祝我们华人春节晚会圆满成功。我是海外江西人编委会主任王乐勇，我在阿联酋迪拜，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虎年大吉，幸福安康，祝2022虎年春节云晚会圆满成功，为北京冬奥加油，为中国冰雪加油。大家好，我是美国大西北总商会会长江丰年，
至此春节来临之际，我代表美国大西北总商会全体理事恭祝全球华人华侨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好，我是美国中餐联盟主席黄明，我在美国费城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预祝环球之声春晚圆满成功。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陈志宏，环球之星组委会共同主席，我在北京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巨虎，吉祥安康，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旧金山海外联欢此春拜祖大典组委会向华人华侨拜年了，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罗琳。我是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黄替。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们在这里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并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大家好，我是硅谷影视的琳达刘，我在硅谷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国粹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京剧演员马丽，值此新春之际，马丽恭祝您虎年吉祥，事事如意，阖家欢乐，让我们共同预祝环球之星春晚举办圆满成功。嗨，大家好，我是 CCTV 3开门大吉的歌手王子毅，我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旧金山，很高兴在这个云上跟大家一歌会友，给大家拜个早年，恭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身体安康，万事如意，事事顺心，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恭喜发财， Happy New Year。 华日艺术团恭祝大家虎年吉祥，新春快乐。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哥许光宇，现在美国加州的硅谷，我代表北加州河北同乡会祝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事业家庭更上一层楼，也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节目越办越好，加油。我叫李雪燕，来自山东潍坊，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环球之星网络春晚，借助这个平台祝福全球的华人同胞们新春快乐吉祥，虎年顺利安康。我是 Robert 刘兆伟，美国加州旧金山东湾，2022迎虎年新春，在此特别恭祝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朋友们阖家安康，幸福吉祥。大家好，我是美国旧金山少林文化中心严然，在这里给各位拜年了，祝大家虎年行大运，虎虎生威，身体安康，六十吉祥，春节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We are Shaolin Temple USA. We are warriors. 加油！亲爱的父老乡亲，大家过年好，来自于美国加州的徐波在此给大家拜年了，愿我们的演出能给大家带来幸福与吉祥，也顺祝环球之星2022全球华人春节联欢会圆满成功。我是杨志华，给大家拜年，也恭祝环球之星2022年全球华人春节联欢晚会圆满成功。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中奇，从事芭蕾至今已经进入第62个年头，现在在旧金山继续教授芭蕾舞。在此恭祝大家新春快乐，安康吉祥，预祝环球之星春晚圆满成功。各位朋友，我是 Zee Lin， 一位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歌唱爱好者，也是这次演出曲目《此生为你》的代表。在此恭贺大家新春快乐，虎年吉祥，预祝环球之星春节晚会圆满成功。牛羊鞭辞旧岁，玉虎昂头迎春来。在这晚家团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们向全球的华人观众朋友们道一声春节好，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环球之星2022全球华人云端春节联欢晚会，我是主持人刘亚楠，我是主持人葛瑞。我们的晚会正在通过 Zoom 云端直播，并将在 YouTube、优酷、腾讯、西瓜视频等各大网络平台播出。全球100多家媒体对今天的春晚进行报道，通过这些传播平台，我们晚会的盛况将传遍五洲四海。通过这些传播平台，我们要向全世界的华人华侨朋友们送去新春的祝福。今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表演艺术家和艺术团体将倾情献上多种形式的精彩表演。今天的晚会将分为两个篇章，第一篇章是漫过时空的烟波，华夏浓情流淌。在第一篇章里，首先请您欣赏的是由美国新世纪舞蹈学校带来的获奖舞蹈作品《茉莉花》，之后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歌手罗琳和黄替表演的男女生二重唱《灯火里的中国》，和来自于美国加州的 Linda 刘献上的女生独唱《年味》。在这天地更新、万物复苏的美好的时刻，我们和您一起迎接又一个春天的到来。愿新的春天带给我们花香满天、花开人间、花好月圆、花暖世界。现在就请您欣赏舞蹈《茉莉花》。
时的街巷一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巍峨，之后年味是一种期盼，长大后年味是一种回忆。
感谢演员们精彩的演出，为我们带来浓浓的年味。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哪里，都请接受我们真诚的祝福。祝您阖家团圆，吉祥安康。格瑞，我知道你对中国文化非常的了解，那你知道春节过年有哪些年俗吗？我知道有年夜饭、放炮竹、三花灯、收压岁钱、贴对联。太对了，还有拜年。过节的时候啊，大人小孩都穿上新衣，戴上新帽子，走亲访友，相互拜年问候，恭祝新年大吉大利。即将辞别的九岁，既不平凡，我们在风雨中前行，经历了太多太多。是啊，浮云难蔽日，雾散终有时。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应该有一个关于春天的梦想。那么接下来请您欣赏的就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戏剧表演最高奖项梅花奖得主马丽和新京剧创始人楚兰兰带来的新京剧电影《鸟尊记》的选段《好梦来源》。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所有的梦想成真。之后是著名四川变脸艺术家张建东为您带来传统而神奇的变脸表演，和美国奇峰堂奇峰五韵为您表演的婀娜多姿、展现东方美的旗袍秀《善舞缤纷桃花源》，还有著名通俗歌手子毅献上的具有浓郁中国风的歌曲《卷珠帘》，和枫叶舞蹈工作室带来的原创舞蹈《长相思》，让您领略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的那份情景交融。苏阿女呀，想不到这世间竟有如此深明大义、率真的女子。
花，虚虚缓缓，但愿你开尘相见为你我情难。疆场上责任凶猛，杀杀砍砍，但求你无恙安然。为国平狼烟，谁能解about to witness one of China's greatest treasures, the secret art of change of face. Change of face was developed at the famous Sichuan Chinese Opera and passed down from master to student over the years. Using the stylized form of the Chinese opera comes one actor who can display many of the extreme emotions of this melodramatic art. Using rapidly changing facial colors and expressions,The master is able to display the different motifs of Chinese opera, moods of jealousy, excitement, fear, joy, innocence, and courage, all in vivid colors, green, blue, yellow, red, brown, black, and white. But now it's our turn,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witness this extraordinary show of change of face. Here now to amaze us and amuse us,Let's give him a great big hand as we welcome the master, Dr. J.D. Zhang.
沾染了墨色烫，千家文都泛黄。夜静，你窗纱微微亮。拂袖起舞于梦中徘徊，相思满上心扉。他眷恋梨花泪，镜花红妆等谁归，空留一人徐徐憔悴。
真是常不见千古风流，眼不见万种风情。浓浓的乡情，亲切的乡音，难以割舍的乡恋，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一到过年就更加强烈。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心系一轮明月，情牵一江春水，心潮一个故乡，情满一个祖国。也许您好久都没能回到祖国看望亲朋好友了，无论我们此时身在何方，听到熟悉的民歌，都仿佛看到了故乡的山水，见到了家乡的亲人，也就找到了回家的路。接下来请您欣赏的一组节目中，有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刘文畅带来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还有美国华蕊艺术团带来的舞蹈《喜马拉雅热》。贺王楚，著名流行歌手许光宇带来的歌曲《月光》，还有李雪燕和刘兆伟带来的男女生二重唱《我的祝福》，你听见了吗？美国少林文化中心线上的精彩少林功夫表演，首先请您欣赏《乌苏里船歌》。东北那片肥沃的黑土地，那是我的家乡。那里春风夏雨，秋叶冬雪，群山江河，都是那样的美丽。当年的一首《乌苏里船歌》唱遍了大江南北。离开故乡那么多年了，今天让我们再随这首歌去感受一下乌苏里江的美。
Oh,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哦，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哦，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是什么力量让我们坚强？是什么离去让我们悲伤？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是什么结束让我们成长？
在中国山东潍坊。我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我们共同祝福全球各地的海外华人新春快乐，虎年安康。有一种情缘不用来诉说，提起来总是难以放下。有一种牵挂不用你来叮咛，说起来总是让人像你说的那样吗？你的生活幸福吗？像我想的那样吗？Oh!
感谢演员们带来的精彩绝伦的表演。春潮澎湃天地新，春风浩荡山河美，春光无限新年好，春意盎然万家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环球之星2022全球华人云端春节联欢晚会。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晚会第二篇章，凝望最初的相遇，遨游寰宇珍藏。在这一篇章里，艺术家们将以更多的西方艺术表演形式为您献上农历新年的祝福。我们很快就会迎来农历的壬寅新年，也就是虎年了。虎年说虎，虎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在成语中可见一斑。葛瑞啊，我要考考你了，有虎的成语你知道哪些呢？我知道藏龙卧虎、生龙活虎、虎背熊腰。说到虎啊，就让人感到朝气蓬勃、雄壮威武。在第二篇章里，首先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徐波和著名手风琴演奏家杨志华带来的热烈奔放、激情四溢的独创大提琴和手风琴二重奏《查尔达斯》。手风琴和大提琴相得益彰，让人有龙腾虎跃、如虎添翼之感。之后有湾区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刘丽丽带来的歌剧《茶花女》中女高音独唱，她也许就是我渴望见到的人。还有湾区著名的表演艺术团，处处是尚未您欣赏的模特秀《火红岁月》，祝您的生活红红火火，事业蒸蒸日上。那么首先请您欣赏《查尔达斯》。Thank you.
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湾区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刘丽丽带来的歌剧《茶花女》中的女高音独唱，她也许就是我渴望见到的人。这首是在歌剧第一幕舞会结束的时候，与客人告别后的女主人公 Violetta 疲倦地躺在沙发上，想起了男主人公 Alfredo 的告白，暗自欢喜，但又想到自己凄怆的身世时所演唱的一首咏叹调。因为难度系数很高，这首咏叹调被誉为女高音的试金石，请您欣赏。So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 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r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ught until it bleeds out, a worl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带来的新春祝福。两年的疫情阻挡了多少亲人重逢，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寄托了炎黄子孙的世代深情，对于海外游子更是对家乡和亲人有着无尽的思念。此时此刻，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在用故乡的方式点燃萦绕心中的相思。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有史中奇芭蕾舞培训中心带来的舞蹈亲人啊，多想再次拥你入怀，祝家乡的亲人们吉祥安康，盼着尽快和远方的亲人们团聚。还有来自于美国东西海岸的两位歌手永璇和 Z 林带来的男女生二重唱《此生为你》，还有来自于洛杉矶加拿大的 Leland Smith 带来的莫扎特艺术歌曲《黄昏有干 Abend Empfindung》，和陆俊表演艺术学院带来的舞蹈《美丽的生存》。原新的一年阳光满路，温暖如初。遥望，芭蕾是一座大桥，跨越西方和东方，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台上台下，舞姿把思念融化，踮起足尖遥望中华，美好、平安、健康，随着音乐舞动，犹如一道彩虹，悬挂东西太空。
经典的歌曲和舞蹈陪伴我们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岁月，又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旧金山湾区著名女中音歌唱家宋小花献上的《节日欢歌》，和由万冰船带来的《今夜无人入睡》，还有加拿大星河合唱团带来的合唱《空中的旋律》。在一起，在这欢乐的时
亲爱的朋友们，在欢声笑语中，2022年环球之行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今夜难忘亲情团聚的感动，今夜难忘你我真诚的祝福，今夜难忘辞旧迎新的笑语，今夜难忘迎接春天的欢歌，难忘今宵，难忘这团圆的时刻。在期盼中，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年，让我们祝愿每一位朋友和谐美满，虎年大吉。